卖鸟尊公哦，你甲阮妈规个认错，你过去所做的歹代志，就会当好好的尊如煞哦。用脚头我想嘛知影，你一定是搁做啥物侥幸失德的代志，一定是得担当的。啊，若无，那许有人压来吃，还搁不够这么狼狈。这阵人哦，根本就是流氓啦！不要讲些门外口等我，你要把他拖来，我唔来，搁对我起家动手。阿哥，哥丈，我是唔知影姜开阳搁做甚歹代志去伤害到你。啊，不过赵胜伊已经予阮阿姨赶出去，伊若是伫咧外口做歹，姜家嘛绝对袂当唔管。阿姨，你讲对无？阮爸发生车祸，本来手术了，等精神就好啊。啊，不过想袂到精神了后，唔但无法度振动，甚至无法度讲话。后来阮才知影，原来阮爸有人注毒针。这款药啊，只有恁无极生气才有。阮唔来找恁，是要找谁？所以啊，请你唔通认为讲阮是挑故意上门来找恁的麻烦。无怪这姜家勇掠来这兴师问罪啊！阮心内这口气啊，真正无底透。姜家勇，你真正有够过分！客勇，给你机会回去公司，是希望你当用你的专长来将功赎罪。想袂到你竟然利用你职务的方便，在外口安尼为非三者，你真正想超过啊！你是真想杀我？你别再跑啊！江主，你怕子倩？伊要收你林子倩，啊，我是咧动啥？原本我带领你小外兄，搁予你一摆机会，结果你唔知影悔改，搁伫遮要拍阮某予我看，你叫是讲你真正是姜家的老大？黄爷，你怎真正把自己当作是姜家人啊？你唔肯认错，搁伫遮讲东讲西。好啦，我只是把药啊摕予江大生安尼啊，以后代志我拢唔知啊。这个不能讲的，竟然爸爸牵拖入来。叫开药，你明知药会害人，要告江大生，这表示了江大生是两袂为干。哼，甲江大生两袂为干呢，敢敢我一个？罗家峰呢？哦，伊就是你的哥哥。恁这个包皮，恁姐姐拢嘛知影讲，把药啊注入去罗在英身上的，就是罗家峰。恁竟然讲，伊毋是罗家峰，伊是江道成，生出来毋正囝瑞安，连兄啊拢毋肯承认的歹囝。阮承认罗家峰只有一个。我管他是家峰还是瑞安，反正吼，袂用甲我怪我一个人就对了。你这个大歹人！哦，你这死党啊！你是不要拍我？不能！我这棍啊，是替我另外一个大兄拍的，想用伊变作战斗才够。讲我是够，我直接赔你几万哩！哦，你今晚想怎？做场张掉，你都用拍人哦！拜托的吼，我讲小弟在讲话，搁你这地带，伊敢事管上多吼。哦哦，谁敢挡挡过来啦？我就怕谁。这么想做啦？怕我怕宋恩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姜开阳，不是和恁怕这套的啦。不，这个啊，是替我变怕的，想跟你为我做伤。我敢骂伊笑，我嘛只有江大生威胁啦。迄个时阵，我哪知有两个罗家峰？什么两个罗家峰？你是不是在讲啥？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就是啊，哪会安尼啊？顶回伫病院，咱毋是有拄着？我拜托你来找杨总裁，顺便安大爷情绪。其实当初阮就找到失踪的家峰啊啦。伊其实是我的小弟陈中志。嘛是杨总裁的大汉后生，只迄个时阵啊，也无方便公开啦。细阿姨，你嘛早就知影这件代志啊。
李嫂，这件代志我知影啦，看我，我才详细跟你讲啦。江凯阳，你真正是白骨狗呢！你是死动物，江凯阳啊！敢不是？江凯阳，你若抢财产，连家千千百万拢敢害，这不是白骨狗是啥？被抓到，还不知悔改，还继续助纣为虐，真叫我该死！我该死哦！那拢是江道生做的孽。哦，恁若无在调查算账，都派我出去！你是啥意思？江道生做恶多端，阮自然来收拾伊。啊，你替江道生做歹，阮无想收你哩，是要收你啥？我不管了，为了啥物？罗家峰啦，单中是因的小，卖算在我的身上哦。伊讲我只是甲分袂起罗家峰刷位安尼啊，想袂到叫你后跑，摔起弄病，我当场嘛昏昏死死。你即卖意思是讲，你有一个分袂一段时间拄精神的人，甲你欺负我？哦，啊那呢，我即卖开始怀疑啊呢。你这种软脚鞋，你当初是安怎做人安尼去啊？想袂到我的后生这段时间受到这么多苦，阿姨，你莫艰苦啦，至少家风小姐啊，已经已经平安无代志啊，吼。是啦，妈，是啊，甲新瓜阿姨，因哦。会保护家风大兄的，那是阮妥当的。嗯。江总裁，即摆你知影你和恁哥哥等于无期集团上班，就等于是放火归山。伊从这个位置还袂坐稳，就利用这款帮助江道生做歹代志，佮塞人瑞安去伤害阮爸，所以你拍算要怎做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我带领我甲阮哥兄弟的情分。可以伫个公司安一个职位，我做唔对啊。我并无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要让你知影，你安尼做，至少恁哥哥有更加侪做歹机会。所以，即马要感谢无极集团的林书信。江总裁，无人会去感谢恁公司的人事安排。啊，不过算起来，阮是苦主，和江凯勇继续做咱的是你啊。你是不是应该往一个交代？阿的计划还未完成，我袂当即马就甲因拆破面，还是先落软，回一个死的好。是要交代啥？这段时间毋是人，无嘛？你一条受骨啦，无死人都无严重哦，讲的什么笑话啊？可以哦。阿姨嘛认为，你确实是爱给人一个交代。想袂到，明明啊，要给你机会表现，你阁唔知影悔改。今仔日也是无给你一个合理的惩罚，确实是无法度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你要安怎？鬼佬会失联？好了，伊人总裁叫我着跪，我跪嘛。等下，你即摆咧跪跪的，就外头过去做歹代志，我是准啥？熊总裁，敢袂当确实知，我看到一个真正的天花了。我嘛是安尼想啦，拄只我的话还袂讲完，是家己要跪的。熊凯勇，你敢真正要悔改？搁再安怎讲，江英团是甲我坐共只船的，好，我着先配合伊，应该袂发生吃亏才对。好啦好啦，我着接受惩罚。真好，那你麻烦你哦，写一个切结书。什么切结书？是要创啥？表明你的态度，袂阁做歹，啊那无就把股份统统吐出来，幸福姜家。
你要讲啥？你要甲我过分？安怎？无安心，还是讲你今嘛想要直接离开无极集团？好好好，我马上写，我马上写。我家有，我家有。停下。已经写较清楚的呢，甲高分先互开哦。知啦。本人龚开阳，伫遮甲大家保证，无再帮江道成为虎作伥。若有违背，就甲名下无极集团的股份全拢交予龚启阳。绿巨人，龚开阳。哇，你这册子书写甲袂歹呢，敢是常常咧写？龚总裁，这摆册子书写好啊。我敢离开，无人甲你挡。家风真捌代志嘛，真友好啦。我是感觉这件代志啊，给一点仔时间啊去消化。我嘛相信，伊慢慢啊就会接受你啊。啊，若无即摆，若是姜甲鳖。我怕吃去弄泡沫，等到会造成反效果。弄过我亲情，无顾伊的心情，都甲伊拐起来，甚至搁对伊下药啊。我俩总甲伊留在我身躯边，伊就会接受我。我对伊这尼啊粗残，敢来顾家己，完全无顾伊的感受。伊即摆无要原谅我，嘛是真正常的，这拢是我家己做得来。伊哪会敢那老几啊岁，马上就做。哎呀，不要紧啊，我家己嘛足讨厌别人叫我做我无想要做的代志啊，我袂比大兄啦，大兄。虽然哦，我就想要看到你的，啊，不过你若是无想要看到我甲妈妈，嘛不要紧啊。我即马已经够较捌代志啊，我会斗三工照顾妈妈，照顾厝内底，所以你免烦恼啊。我甲妈知影你平安无代志，安尼就有够啊。我会一直等你回来团圆哦。我嘛就期待会当甲大哥做伙拍电动，佮有做足侪足侪的代志。所以大哥，你莫互阮等伤久哦。因是我真正的亲人，佮遐尼要紧我，我阿姆哥又相随，对我甲罗家做嘅代志，我是咪要做原谅，我是咪要做较好。